如果你带着一堆的家当，你要怎么去工作呢？一般人都把那个街友视为说，你就远离我远一点。那这些东西原来在这里的，那现在这个地方要净空，所以把它移到这里来。因为他大部分时间没有办法离开他的家当，所以他拍了一系列他家当的照片。工厂倒闭以后，那是民国81年，我第一次。带了自己身上还剩下一点钱，走到了台北车站，然后慢慢观察我周边的这些朋友，他们是怎么生活的。我们办这个器物展，其实就是要让大家意识到游民的生活处境，他每天都面临着这个家当可能会变成垃圾的这种危机。欢迎大家来参加当代漂泊2015年的器物展。的时候，其实如果你的东西是有人看顾的，游民其实可以在车站的四周暂时放他的行李。但是从今年开始，他要求人跟物都必须要离开台北车站的范围内，包括他车站里的大厅，他的歪椅子都拆掉。所以我们这一区就在讲这个背景，名称就叫弃物中。所以这个表现的方法大家看得出来吗？这其实是我们去年游民摄影班的时候到台北车站外拍，那时候大家都还看到在车站周围，这原来是在这里的，原来他们都还可以在车站附近，他看着他的行李，这个行李由他帮忙负责看的，这些行李都还在车站周围可以看到。但是今年这个景象，因为车站用这种方式作为一种驱离的方式，把东西丢掉，让你在这边知难而退，不要让你在这边继续逗留。所以这一区就是让大家知道这个台北车站发生了什么事，然后正是这个器物危机我们策展的背景。那这个行李箱阿信已经用了3年多了，所以这个轮子已经没有办法承担这么多的重量，但这个家当对他来说很重要，他可以靠着休息啊什么的。我是去年的时候来到当代漂泊协会担任游民摄影班的讲师，然后在上课的过程中呢，常常会发现这样的情况，就是游民朋友他因为家当没有人看顾，所以必须要提早离开，或者是必须背着沉甸甸的家当来上课的情形。那时候我才开始意识到，游民朋友他们其实每天一睁开眼睛，必须就要面临这个问题，我每天要怎么去安排我的家当。那在后来的拍摄还有讨论照片的过程中，我更清楚地意识到，更深地感受到，就是游民朋友虽然没有遮风避雨的家，但是他和我们一样，都有必须要维持日常生活所需的各种家当。那这些家当甚至对他们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大家知道这是什么吗？这很难想象哦，要不要猜看看？每天睡觉要用的啊，这个提示很明显的啊。这是枕头。那这张是阿成啊。那阿成在讲家当心情，就是另外一种心情。这是一种什么心情呢？因为常年生活在外面，你常常会面临到家当变成弃物的危机，那你唯有把家当带在身上，他才会感觉到安心。所以我们其实这张是把阿成的心情把它拍出来，就是家当背在身上我才安心，那家当已经变成我身体延伸的一部分了。大家可以在这边把这个脸放上来，这个效果其实是让大家感受到游民他家当面临成，有一天你想看你的处境，如果你变成这个样子，你天天都必须围着家当，你的心情是怎么一回事？你其实没有办法离开你的家当，所以我们做了这样的表现。今年的漂泊公展，其实我们很希望是让在街头的这些朋友们，或者是说一些有需要的朋友，或是失业的人，他们我们可以一起集结起来，然后发挥大家的能力，然后能够一起来做一些事情。那我们有做了很多那个手工的东西啊，一切都是用手工制造的这样子，那材料都是找一些废弃的东西这样子，完全不是说去买那个市面上现成的，那我们加以利用这样子。那中间当然是说过程是比较辛苦的啊，跟外面一般做的东西是美观上啊那个精巧度是不太够的啊，但是我觉得我们的那个用心啊，还有我们的那个努力啊，应该多少有一点呈现出来这样子。
那其实他们有很强的那种把旧物去做一些改善的或是改造的一个能力。那其实我们在他们接触这么多年以来，我发现他们本身会有这些生活上的能力之后，那我们就不要去做太遥远的事情，我们就从所谓的旧物改造这件事情来动手，着手来做起。因为对于很多港口人来说，他可能去找一些简单可以再利用的东西，他其实是既经济又实惠的。而且其实像现在资本主义的社会，其实我们很习惯啊，东西可能用坏一点点，或者其实像我以前搬个家那种三层柜，我们不用我们就会丢掉，或者是说东西有点坏了，我们也不会去修它，我们就直接丢掉。处境其实也跟我们现在的劳动者一样，就年纪渐渐大了，那是不是真的就这么没有用，然后就被劳动市场给排挤出来，真的是这样吗？我其实印象感觉到最深刻的是，我那一天真的有听到成员说，我活到现在这把年纪，我真的没有想到我这个年纪会开始搞创作。然后每一个人都有他们龟毛的地方，对于事情有追求完美的地方，是我难以想象的。我跟他说，你不要再磨那个杯垫了，你已经手出血了，你不要再磨，你已经很累了。我们这边不管男女，他们就开始疯狂的在想要追求东西的漂亮度、极致度。要成的时候，我装电工能够成低用的，所以我每次开会的时候，拜托拜托，你那个制造的产品哦，先让我们试用一下，那所以我们就大量采购它的，让它做的产品有销路可言。所以我们电信的部分是有能力，把它消化掉它产品啊。所以我就是开会的时候，我就送给那个李监事，然后告诉他，这个看起来不起眼的，这个是意义非凡。有的他直接干什么好像穿得破破烂烂或干什么，他直接就拒绝你，他连机根本不给你工作的机会。所以我在自己钱花完以后，一直在台北山，我就用看我怎么去生活。当时还自己运气还算不错，马老板那个游览车那个野鸡车那个地方有一台饮水机，那时候是冬天，我整整22天以喝水度日。有很多像我们身份的人，当初到这边的时候，他不知道他怎么样去过活，去翻身烧香，甚至于捡人家丢在地上的东西，只要可以吃的，他可以果腹。慢慢自己再看。有些人他们在资源回收，那也可以过日子，可以换钱。慢慢跟很多人熟悉以后，大家在一起互相关怀一下，你怎么样过日子啊？你有哪里有什么吃的啊？我们可以去跑阵头，去做出工。虽然中间有剥削，但是你要认。社会上常常会认为说啊，游民他就是一群依赖的人，然后他会去依赖，例如说他可能会有，例如说政府的补助，所以说他因为有这些政府的补助也以后，然后就在外面街头当游民，然后不工作。可是在我们的调查，不管是2014年的调查或2010年实际的调查里面发现，其实游民朋友他领取，例如说政府补助的。人口的比例里面其实是超低于10%的。很多人其实就像刚刚阿平所说的，中高龄以后，然后失业，然后后来顺利找不到很好的工作，以后找不到一个稳定的工作，然后在那个生活的费用工资低的情况底下，生活花费里面食衣住行他们没有办法去各项满足的情况底下，居住他就抛弃了。居住的这个选项，因为房租有时候太高，他也没有办法付得起房租的情况底下，然后就去开始流落在街头。所以很多朋友他其实在街头，他都是自立的在生活。这次如果没有他们的勇气和参与，这个展根本无法成型。那所以希望大家在看这个器物危机的时候，也能看到他们在困境中图存的勇气。如果觉得这展览看了以后觉得还不错的话，也可以就回去的时候可以帮忙再多邀请一些朋友来看这个展览。